TGV 大概3个小时就到，然后今天花了11个半小时，超夸张了。所以我现在刚 check in， 然后放好行李，然后来二航找麦当劳吃。要去机场，我们走吧。直接去登机门附近啊。经过一连串什么，有点像海关那种检查的，然后还有检查包包啊、身体那种的。之后，他突然就说，飞机误点4个小时，4个小时哎，然后也要换登机门，然后现在不确定登机门的会不会换到哪，他说3点半才会公布。所以我这样等于是说，2点半的飞机变成晚上6点半。
12还是13个小时，终于下来了。